敢打扰洒家的宴会，接下来就用你的惨叫来为洒家助兴吧。谁为你准备了专属舞台，好好为洒家舞一曲。先把王死不死？怎么了？不是想要洒家的刀？既然同行，不妨亲眼一见曹某之武艺。还请让在下同往。
既然同行，不妨亲眼一见曹某之武艺。还请让在下同往。Yeah.
手中铁枪，开辟太平之势。
好享受。还请让在下同往。请为胜利干杯！
般铁石蛇矛，虎虎天翼。Huh?